好，我觉得我最近脸超圆的，救命！看一下特效，最近脸太圆了。这几天都，哎，我昨天应该也是水肿。我觉得现在我这几天都忙到很晚，然后很晚才吃东西，然后脸就很肿，就隔天起来脸超肿这样。那特效有用吗？有啊。我这几天回来大概都就是11、12点，然后才吃晚餐，然后就隔天就会很肿。谢谢邓玉伟送的告白气球，这应该不是很肿，不会啊，肿是肿一整天的。谢谢黑杰克送的浪萌宝，11月快到，怎么了吗？什么怎么办？先按小卡送的一封信。谢谢杰克送的缘分相遇。Hello， 北极星。谢谢冰策玄送的月赛应援。各种蛋糕咋的？不会啊，没关系。这跟肿没有关系，蛋糕是胖不是肿，那是胖不是肿。鲜花什么时候送的分享？鲜花什么时候送的挚友包包？看一下 KKBOX， 谢谢花生什么时候送的守护许愿瓶，谢谢物语送的真情告白。一样没什么好看的，没什么好，就是那个歌单就那样。今天是因为我礼拜四没有课，然后刚都是我的休息时间，但我今天很早就起床了，救命！9点多，太早了。知道吗？就是一个休假日，但还要早起的休假日，你就会觉得特别累。真的，你就会觉得特别累，有事情，不是工作，但有事情，所以就特别早，好累啊。他自己播下一首，不知道哎。会吗？是吗 ？Oh my god！ 这个，哦，他是播那个哦，烦呢。
一下，我以为他是他会讲直播，结果没有。OK， 那我就。没有去逛逛街嘛，没什么好逛的，我不要逛街。有休息，但是在家休息啊，干嘛要出门？累死了。谢谢黄恩送的告白气球。你太多，因为我今年特别胖了。我昨天还在看去年的影片啊，去年的照片，我说超瘦，我在给王家看，我说超瘦，然后王家说，哎，对你去年也太瘦了吧？我说对啊，超瘦的，超扯的，去年超瘦，今年超胖，没有去啊，没有啊，我在台湾呢。谢谢缺钱饿到吐送的旅游会员票，去年有赠，对啊，去年就是一个月瘦了5公斤。谢谢花生什么速送的普通轿车。想认真剪的时候就可以瘦，是。去年在干嘛？什么东西？因为去年不知道哎，疫情期间呢、啊，疫情期间我一个月胖了5公斤，又一个月瘦了5公斤，我不知道。疫情在家，所以很好减。我觉得在家很好减肥，因为就是你在家你也不用动什么，你就不吃东西就好了。就是你，因为我那时候的那个每天行程就是早上起床，然后12点吃午餐，然后上午餐之后开始运动，就是一个小时、2个小时不等，就是看我心情。然后运动完之后，然后可能因为186，所以4、5点会再吃晚餐。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就不吃，就每天就长这样，然后就瘦了。我胖啦，所以我先胖了先胖5公斤啊，然后再瘦啊。对啊，186，那时候就是186。现在刚才送行李箱。对啊，就是186。下礼拜我准备抢票，没有啊，是这礼拜六，但是对。昨天那影片为什么成员都说你很迅速？因为他才刚发，他才刚发，那首歌才刚发。但其实我昨天的前就凌晨，我是凌晨拍的，然后拍完之后，然后就想说好吧，我晚上再发。我其实应该可以昨天凌晨发的，但好像凌晨发太怪了。
因为我是收工回家，因为我那时候收工大概快十一点，然后就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，然后就又很饿，所以先吃晚餐。因为很饿，所以先吃晚餐，然后吃完晚餐，然后就开始拍。对，然后就差不多一点，十二点一点。昨天也很好看，谢谢。遇到想拍就会公诸死刑，对啊，我就是对，那叫什么喜好分明是吗？但还好，因为我 Two Baddies 有隔了大概一个月，一个礼拜才拍，对，就。因为也是太无聊，然后突然就好吧，我来拍一下好了，这样，然后我再拍。所以 Two Babies 又拖一下时间。Hello， 季风亮。Hello， 坤坤。Hello。对。但这次真的是因为看完，我觉得很好看，所以就直接拍了。而且我是在工作的时候学的，我在工作的时候，然后没我的事的时候在旁边学，然后晚上回家拍，因为原本要在工作那边拍，但是就是因为时间有 delay， 所以没有时间拍，所以就回家拍。大概花多久？应该因为很零碎，所以。加起来应该半小时吧，我大概都学半小时，那个啪啪啪也是半小时，差不多。半夜睡不着就是那天，没有到。其实我那天超累，但我想说，我就是要赶那个时间，所以我就赶快。而且那天全妆啊，就是什么妆都有，眼妆什么那个都用好了这样子，然后想说那赶快拍一下。但很可惜的事情就是因为头发到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坏掉了，就是很快差不多就很塌掉了，所以就戴帽子这样。有化对啊，就是这个想法，就是难得有化妆，一定要把握住那个化全妆的时候去拍，对，一定要先拍的，对啊。谢谢思琪送的月赛应援。OK， 另一个，还有另一个在哪里？哎，哦，在这里。哎，对，好嘞。谢谢兔兔奖的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下午好，晚安。我是备战抢票，因为要抢，对，因为 我想抢的是6200的特区，因为可以坐着，这样我就可以跟妈妈。一起去看，不然的话，如果不抢的话，就只能坐5800的摇滚区。对，所以就变成要去挤鱼池，然后我妈肯定不行，就变成我要自己一个人去挤鱼池。所以只能就是先自己去抢抢看6200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就是摇滚区了。嗯，
上次抢票没有，没有请他，我请了三位朋友，对，我帮他们出网咖钱，包场哦，我包场哦，对，所以五千八是暂时，对啊，就是我要抢6200的坐席，我请了三位，然后特别去抢了网咖包场，就是那个就是真的都是那个 Elf 的。Elf 去要准备要去抢票的，然后我就去，因为现在包场也很难抢，对，所以反正我就去抢了网咖包场，然后请了三位朋友要去抢票，因为我那天有工作。你知道我看到那个抢票时间当下，我差点丧失希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瞬间 ，Oh my god， 瞬间我快疯掉了，然后就。急询，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刚好密我说你要去看吗，我说要，但是我那天有工作，说哦你要我们帮忙抢票，我说要，拜托，然后就有三位朋友可以帮我抢票，然后就帮他们出网卡钱，可是因为我想做6200的，如果没有的话就真的就是5800摇滚区。都是粉丝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包场，然后那个是40人包场，就40个 elf， 然后进去，然后抢票这样，因为现在抢票不是都会有那个要题目要写题目嘛，对，然后如果就刚好，因为那题目都超难，比如说什么 MV， 我记得蔡依林有一题是什么 MV 有几个舞者还是什么，谁知道啊？反正那是蔡依林演唱，就是类似这种很详细的问题这样，因为要防黄牛。对，然后就有这种问题，然后如果是粉丝包场的话，就可以有人知道答案就可以大喊，然后就可以互相协助这样。虽然这样抢票粉丝包场会比较好抢，反正很好卖，对，抢到三张怎么卖，卖掉啊，超好卖的，真不用担心卖不掉。歌名没有哪种花，太难了吧，歌名没有哪种花，对，反正先抢，有自己有抢到就是先抢，然后还可以就因为他是不选区不挑区，所以还可以看你想要哪一个位置这样子，然后再卖掉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因为我那时候公布的时候，隔天进公司，然后全就是工作人员都说：“哎，你有要抢票？”我说：“当然了，全世界、全公司都知道我要去抢票，而且还传授技巧给我，就说坐哪一区比较好，坐哪一区比较好。”这样，公司的姐姐们，我昨天在那边听了一整天，因为我昨天一整天都在忙，然后都长时间待在公司，然后我就坐在那，然后姐姐就跟我说：“哎。”什么做摇滚剧的，然后什么不要就趴干，趴干完会就是全身 OK 啊什么的。要擦洗？要擦要擦，它里面有封膜。哦哦。这是台北小巨蛋呢、啊？你的小组吗？没有没有，姐姐们没有看。他们的本命不是 Super Junior。其中一个姐的本命是 SHINee， 然后另一个是 BTS， 对。为什么趴杆会 OK 被撞？对啊，被撞被挤啊，而且趴杆很危险。我说反正你不要趴，你先不要趴杆。哪边位置？肯定是摇滚区跟前面，因为小巨蛋的二，因为通常韩团不会设计架高舞台，就是不会。通到二楼，对，所以其实一楼会比较好，韩团的话坐一楼会比较好。对，我在那边听了一整天，中午听到晚上这样。现在秦湖送的缘分相遇，
就抢票情报真是太详细。对啊，因为我就问说要买哪边比较好这样。去战争了，时隔2019年三年的战争要来了，时隔三年的战争。把自己练厚一点，因为那个举铁举铁那个，备战没错。我们家的小鸡蛋，对，谢谢北极熊送的缘分相遇。我刚刚讲一个什么，但我忘了。哦，就是礼拜一直播完，然后马上就我就滑手机，然后就马上就看到什么，礼拜六要抢票，然后是因为2627要来抢鸡蛋，就直播完，然后就突然滑手机，然后就看到，也太突然，超突然的，超突然的。好啊。没朋友就抢，没朋友的话就只能，有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就只能去做摇滚。超突然的，但是也等很久了，所以没关系，就突然吧。激光这样相机，妈妈刚刚买回来的。这应该是晚餐，因为我猜晚餐应该吃不下。嗯，鱿鱼，我喜欢的鱿鱼。我觉得聚光总会都有一个聚光味，很好吃耶。我也超久没吃聚光，我就突然想到聚光，很久没看，我的确是很久没吃炸鸡，没错，聚光香香鸡。跟其他家对啊，超级不一样的，很酷。就闻到聚光香鸡就是聚光味。越来越贵吗？真的假的？打一下卫生纸。对，有一个聚光纹。很好吃耶，我永远记得，我超白痴的，就是去台中买聚光香鸡吃，超白痴的，为什么要去台中买台北吃得到东西？但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很想吃聚光，所以我就去中油百货那边，不是一楼不是有聚光香鸡，我就说哎、欸、不行，我好想吃聚光，我要去买聚光。那我朋友就傻眼，我朋友想说你在台中买聚光，嗯，中友不是本店，本店就是后面，中友再下去，就是哦，我不会台中的路，那是路边的，是吗？我有在，就是我那时候好像是第一次经过，然后就很犹豫要不要买聚光，然后后来就没有买，然后后来是要回，哎、欸，我那天有住没有？要坐
火车回去，哎，我是坐高铁还是坐火车？忘记了，反正就要坐交通就回去的时候，就经过中油，然后就说不行，我要买，好想吃，然后就买了。火车在那边，我没吃过本店，下次去吃本店。好像是火车哦，我好像没有坐高铁去台中。黑卡没有，我没有那么常吃。聚光就是经过，然后闻到就很想吃。跟台北有什么区别？没有啊，就一样都是聚光味。我觉得，而且我很喜欢吃杏鲍菇，杏鲍菇很好。那不能去西门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杏鲍菇挺好吃的。那为什么不能去西门？还有鱿鱼，鱿鱼也很好吃。每次去我还好哎，我是只有想吃的时候才会想吃，不然其他时间闻到我也不会想吃。哦，因为我刚刚说闻到就是肚子饿的时候闻到就会想吃，肚子不饿的时候就不会想吃，我有抵抗力的。哦，但小上海香酥鸡那个也好吃，小上海也很好吃，小上海真的蛮好吃完全娱乐是跳了进去的，今天要播完全娱乐是吗？这我不知道，有这回事哦？我看一下啊，哦，是。我看到了，是11分钟前我没看手机，没有收到信息。哦，真的很喜欢这首。看我今天想吃，吃吧。我看一下啊，迷路特效，谢谢。完全娱乐，那有时候几点？
十一点三立读会台，十一点半 YT， 大家记得去看哦。虽然我觉得我蛮好笑，蛮笨的，但是去看啊。花与种的缘分相遇，镜头有没有我是不知道啊。嗯，晚上十一点三立都会台，十一点半 YouTube 频道，完全娱乐 YouTube 频道。谢谢苍苍送的红玫瑰，谢谢四季送缘分相遇。所以说大家都误会什么？你要误会我很聪明吗？我是很聪明啊！啊、哦，现在浪客送的旅行支票，指甲蛮好看，谢谢。长这样，谢谢垃圾平台送的缘分相遇。韩文字幕啊，韩文字幕才会唱啊，找一下。红包耶！那时候还没睡去的哈，中指中间就是钻啊，一颗钻。谢谢小皮送的幸运四叶草。前面有两个综艺节目，完鱼就十一点的看的节目。对啊，今天忙吗？今天偏忙。但不是工作的嘛，就是工作嘛，也没有，就是因为平常都在工作，所以私人行程只能今天进行，趁没课的时候。摇滚乐团就是音色系，很可爱，我觉得。哪天不忙？对啊。每天都很忙，晚上回来还要写作业。晚上回来还要写作业，我还没有想好要干嘛，好烦。甚至恢复可能好看，但我其实还有更尬的，姐姐没有放出来。给你们看，超尬，超好笑。玩乐一下，没有没有玩乐，很难过，还是处理正经事情，要去上课，然后早上在处理事情，然后看牙医之类的，就是这种正经事。对，因为他们说你不能笑得太自然，你要尴尬一点。我说尴尬一点，我就还要缩缩这样，这样，然后尬笑这样，超好笑。那才四年前，那张是黑衣，我不知道。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群组有传，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长这样，
我说为什么我是黑影？我不知道，我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那个我们已经疑问过了，是挺震惊的。对啊，一定要对他，因为那时候我在拍的时候，姐姐还说不行，你笑得太自然了，你要再尬一点。我说哦，再尬一点，很好笑。那我们那时候就是要讨论要什么概念的那个宣传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好，那我们就是做这样子，就是怀念的感觉，然后就找原本以前的图，然后就发现，然后我就打说为什么我是黑的，为什么我是黑衣这样，他说对呀，为什么啊？对，但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了。好奇去找，请问一下，正常人不会去看牙医吗？我要去洗牙，大家。你们不会吗？正常都会吧。而且牙齿通常都有矫正啊。对啊。对啊，半年起来，对啊。听 TP 大谜团之一，易云为什么穿？对啊，超怪的，为什么会穿黑衣？超怪，真的超怪！我那时候看到，我也想说，怎么只有我穿黑衣？半年，就一直想看牙齿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牙齿不好看。以前就不知道欸，超怪的，他们是不是放错张照片了？因为我有拍啊，超怪的。平常不敢洗啊，平常会去洗牙，要定期去看牙齿比较好。但我有拍，但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我没拍，我应该有拍啊。对，因为我从小看牙，我小时候牙齿长超乱的，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整牙，所以我超习惯的，再怎么痛的我都经历过，所以还好，没事。全只鱿鱼腥包，对，三种，怎么样都不拔智齿，可是智齿还是要拔，因为那时候智齿长横的，所以我是开刀，我是划开然后拔出来，因为普通的拔不了横的，我是水平智齿，就很衰的那种。想一直，我还好哎，还好我没有这种感觉，为何？我现在还在很开心吃饭。我的好像是说会挤到前面牙齿，然后就会歪掉，所以一定要拔。就为了我牙齿的整齐。
就说一定要拔，会伤到其他牙齿，对，他就是说会挤到歪掉，然后就不能放着让它自行生长，一定要把它根除，大概是这样。怎么一听到拔牙，听到要拔牙就行？怎么了？你要拔牙吗？不能漏吃，我怕会有那个肌肉。拔错颗，太瞎了吧？怎么还有拔错颗的问题？救命！救阴影。拔水平衡看医生技巧，如果医生技巧不好就会肿很大，技巧好的话就很快拔出来。然后我是因为好像就是在哪里，在公馆吗还是在哪里，有一家很有名的拔智齿的诊所，好像蛮有名，上网查的都有。然后他就是医生很凶，但是很厉害这样，反正就是好像听说就不能，我忘记了他对什么，他是阿姨，但因为不晓得人家一开口讲话就会生气的。哦，对啊，就只能安静。然后你说不会，那医生来问你说啊会痛吗？就是还说哪里，因为你刚好去同一家拔，然后说哪里，他一开口就被骂。哦，然后那医生还问我会痛吗？对啊，我忘记了，我总会记得这种事情。那医生对我还挺好的。对，他是有年纪的。老医生又厉害问了，真的。对，反正我小阿姨就被骂了这样子，但是他还问我会痛吗？他还关心我会不会痛，好好笑，是蛮好笑的。怎么会记得这种？我这种事情通常一过就会忘记，就我脑袋很亮，我脑袋自动清楚前面的东西。舞蹈也是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几乎就每次旅行都在重学，就都会东望一个西望一个。我舞蹈很容易就忘记，真的，我会自动清楚我的，所以我每天才活得那么快乐，我真的。很严重怀疑，就是因为我每天快乐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记性不太好，只有短期记忆。网络评价会骂人啊，对啊，欸，很多牙医，为什么很多厉害牙医都会骂人？要再找新的牙医了吗？哦，每天都是新的开始，对，格式化，对啊，很像格式，就电脑格式化那种。幸运脑是快乐的，啊不就还对啊，就好险是学很快，但就是要重学，就有点麻烦。我有时候就觉得很麻烦，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记得，就我不记得，然后我在那边重学就很痛苦，但还是就学得起来，但就很痛苦，就觉得不公平，为什么大家都记得，我就不记得，莫名其妙，讨厌。哎呦，我这次我想想，八月。看几月？十月，两个月全忘光，从头开始，我连左右边、左边还右边我都全部不记得，我只记得大概的轮廓这样子。麻醉有啊有啊，就麻局部麻醉。
会觉得是塞太多新的，我新的太多了，然后就会前面都不记得。我不要吃了，它上瘾，好好吃。你们等我一下，后面是很乱的，不好意思。你把杂物堆在那边，等我一下啊。麻醉至少不会很痛，对啊，很多坐垫，对啊，蓝色坐垫怎么累？因为 我平常都是这样抱他这样，然后没有要抱头就是随手把他在旁边就一丢这样，我就丢在那。他想说你看不，他不是这一面墙，他不是墙的这一面。对啊，谁暂时的抱？不会，妈妈木在里面。谢谢林洋送的缘分相遇，不用说话来猜我的，就是两个月前，就是 Super Show 九要开的时候，然后绝版哦，真绝版了吗？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我看烟火办公室很多个。但是这就是开的啦，就是放在烟火的沙发上的，因为我每次去那边我想说哦，两个水钻石，一个黑桃，一个我忘记是哪一团，对，反正就是放在沙发上，然后我们就是靠着那边这样。我不知道耶，我就看烟火蛮多的，每次去都觉得蛮多的。就是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时候，来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我是什么时候订的，这超久，这真的超久。跟你们，刚刚跟你们，你们猜是什么东西？这真的超久，因为只有买到帽子。我那时候就是不是跟你们大力推荐抱枕一定要带，但是抱枕很少人带，可能觉得麻烦之类。但是抱枕，因为我那时候我还发过业配文，因为我真的超喜欢抱枕的，抱枕超好抱，而且又很大一个，然后。我忘记多少钱，800多块吧，还是多少？然后但是就很喜欢，我真的很喜欢抱枕，就是其他的商品我都没有发，我只有发抱枕，就喜欢抱枕。怎么这么久才没有？是最近才收到，我昨天才收到。我找一下是什么时候呢？哎，爱怎么没有？这次在哪儿？完全不知道从哪里找。怎么换一个壳？没有，我就。你说从粉红色那个吗？因为粉红色那个一直撞，
撞到它边边已经坏掉了，所以就换了这个壳。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，我一定找得到。7月7号，三个月才收到的东西，目前有三个，没用过一个，唯一业配宝的没错。衣服，你还要买什么？蛋包饭。薯条。可是它软掉了。我喜欢吃软的薯条。它是闷在那个盒子里，我刚才突然想。它是热的吗？是温的啊。还怕我喷出？很难吃哎。我喜欢吃软的，怪人。那我那一盒不能，你把边边都吃。对呀，我不想吃。还啰嗦。我只想吃一条。薯条麦当，对啊，麦当薯条真的软的比较好吃。热的软的，嗯，热的软的很好吃，我不喜欢吃硬的。好，我给你们看这是什么。超可爱的耶。是 Super Junior 的 SS9 首场，然后衣服三个月，谢谢。因为李赫宰的有点难买，对，然后就是是跟官方订的，但是大缺货，所以就可以预购，然后预购才出货，然后就直接等三个月。对，他们每次卖的哦，就是 SM 家每次卖的东西都每次量都很少，然后就要等那个预购，然后等那个预购又很久。每次都这样，就是他们的手绘 T 恤，就每一个成员的画的东西都不一样，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，你看，你看，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，爱心，然后兔子，然后钻石，因为他是宝石美男，这是钻石，然后月亮，超可爱的，有妈妈吗？没有，只有我的。可爱的，思雅牌好像没有，是还没发货吧？不是说博客来的都卡住了，看起来应该是蛮大件的，我把它拆开看看，反正迟早都要拆开，我看一下。售价贵吗？我忘记了，我等一下看一下，好像蛮贵的。而且他还没有送小卡哦，现在就是什么都要小卡，就对了。1320，哦，好贵哦。而且我那时候有买现场票，所以是2400，好贵哦，好贵哦。这个还挺贵的。超大件的，可是很可爱，可是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反正就是他们画的，我
周会去。OK， 然后点 OK， 然后再这样子对折。OK， 然后放进去，放进去袋子里。幻觉的圣诞节礼，对啊，他们这个单价就132的，我不是找代购啦，可能代购还会再加个几百块，但是那就大概就是1000多块这样子的价钱，差不多。我觉得他们线上票也是挺贵的，我那时候还在 OK， 做好了我终于拿到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收藏了，可能看演唱会可以穿一下，反正这就收藏，收藏者。收藏的，下个月当然有可能，不知道看我心情。超可爱的。毛巾灰不行，但如果是然后去就不能跟妈妈一起，希望抢得到。但我先买了摇滚区的，到时候再说。想一下要抢一下6200。短的时间补上3个月，跟妈妈一起是妈妈付钱的吗？对，没有啦，是算的吧？他可是是真的你的好，我要开韩文字幕，我要唱歌。Here we go, here we go, satellite radio. Give me a song of sorrow. 妈妈，妈妈上次看比我嗨，她比我还要嗨，然后她好像想说，怎么回事？超扯的，她比我还嗨耶。谢谢阳光上的相守之心。转换模式，没错，我的二代放中也有用到，因为我上次还是一代，上次还没有出二代的应援棒，还是一代应援棒，超久的，有没有？现在终于可以用到二代的应援棒了。有一颗炙热的心。
天，因为我昨天就反正就在问姐姐们就怎么样，这样就是抢票怎样怎样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他们真的都很专业，超强的，就还会就是去韩国，这次去韩国看演唱会，什么釜山场，然后什么什么就很强，什么去日本看演唱会，什么就是真的是跑到其他地方去看演唱会，超强的。会教万年记的 report 哦，影片版本那么酷，耶耶。姐姐比你更资深，对，因为我就不能跑啊，我没办法跑。荧光要不要再网购这个荧光棒换？哦，对啊。有姐姐她去好像 BTS 的演唱会，然后她去釜山看，然后另一个姐姐是 EXO 跟 SHINee 的演唱会去日本看，超厉害的。但听说这次 Super Junior 就台湾场要很多很多韩国人、日本人、香港人都会来，就好像听说都会来抢，说泰国也会来，因为Super Show 的台湾场很有名，就是因为台湾的应援很强，所以然后氛围很好，然后 Super Show 的尤其是台湾场真的很有名，所以会有很多人来抢票，所以就很紧张，我真的超紧张。好啦，就真的没抢到的话，就真的是去摇滚区，就是去挤一挤这样子，一样啊就可以抢，就跟我们抢日本场的一样。有体验爬杆没？有，就是姐姐跟我说不要去爬杆，会很可怕。就是如果要去的话，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就是会全身 OK 这样子。分母变多分对。全身包厚厚的，他说最安全的就是在后面站着就好，就不要去冲那个。看摇滚区离场区，对，摇滚区是很累，但是我趁机会去减肥这样子，可以去减肥。我的生命安全，我是抢票，没事，我是相信，就是没抢到的话，就代表就是命中注定要叫我去摇滚区，对，去买一件标的，那个会被请出场吧？这太危险了，好好笑。相信我的抢票小组有，我们还特别创了一个小组，叫做 SS9 抢票一定成功，超好笑，就真的就讲这样。我看一下，叫做，怎么不见？在哪儿？哦 ，SS9 一定抢不到票，惊叹号！抢泡泡足球，好好笑！这群组名称够直白，对。而且我建立了超多记事本，什么历届考题啊，然后什么什么，那个。票就是区域图，然后模拟考题，历届考题、模拟考题，然后还有网咖的地址，就包场网咖的地址，请各位一定要去，因为11:28超级早的，怎么这对？跟你讲，还有考古题、历届考题跟模拟考题，超难的，好不好？跟你讲，给你们随便看一个以前的考古题，超难的。找一下，
我找一下我的记事本，在这里。他们会出什么？比如说哪一首 MV？就比如说哪一首 MV 的专辑个人拍摄顺序为何，因为他们都有出花絮，所以这些就真的有些正常这样。我来找一下，我来找历届考题，等我一下。还有复选题，等我一下，是那种问答题，等我一下。演唱会考题复习，好像不是这个。对对对，好了，演唱会考题复习，就出道日跟粉丝诞生那个都普通，有些是那种。不行，这是那个复习包，不是，我要历届考题。等我，我看一下哦，历届考题在哪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在另一个。在哪儿？这里。记事本。在历届。比如说请排除以下成员的退伍顺序之类的，说哪些成员有传递 冬奥圣火， Play 改版专辑中哪一首是 KRY 唱的之类的这种。比如说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是可能因为他们 MV 细节都会考，所以就很难。群组 SS9， 我看一下，你看真的，这超难的。还要排列组合，对啊，抢票要先抢答，对，要先考完试才能抢票，然后。就是 Mango MV 中哪几位成员没有拿到芒果钥匙圈，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是粉丝出的模拟考题，但超级超级像他会考的题目，因为 Mango 就是最新的 MV 嘛，然后感觉就会考啊，就说 哪几位成员没有拿到芒果钥匙圈，立特洗车，正规专辑顺序，可能有几个选项叫你填顺序之类的，小分队出道日，KRY 与 DNE 是哪一年来台跨年？这个我一定记得，2019年，这年真的超扯的。我想说怎么会这么幸运，都来台湾跨年，超棒的。东卫 MV 中哪位成员拿着玫瑰花？玫瑰花是什么颜色？被哪位成员抢走？太难了吧！大概就是这样。想要写剧情，对对对，真的，大家都会复习，大家都在复习，真的考很细，这是真的会考那么细。我记得跟你讲，我之前就是遇过那个，我忘记 DNE 那时候考什么了，我有点忘记。但是蔡依林的真的有那种 dancer 是几个，因为我那时候就好奇，我想说其他人的题目是什么，然后就我就去看蔡依林，我就说哦，这 dancer 有几个，怎么会知道？超可怕的。果然是蔡依林，这就要等
后面的票有没有这样子。超难的，我来查一下去年的，不是19年的电影是什么。2019DNE 抢票考题，我来看一下。你说所以有几个？你说 MV 的 dancer， 我不知道，我没看，我不知道。我想说这题目也太扯了吧，然后就关掉了，直接不看。这首歌也过很久了，一年前，好像是2020年的歌，时间过超快。我来看看答，知道答案却答错。哎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有人讲到答案，有人讲到题目吗？题目是啥呀？我完全忘记题目是什么了。哎，大家很多人没抢到哎，那我那天很强哎，我那天真的有抢到哎。他说题目真的有水准，所以题没有人要跟我写题目什么。我看一下，操，这个，你敢去听听听听听呗？这都没有字幕啊！我来找一下，答对的，19啊，对对对，哦，他说。请问东海银赫在首尔演唱会上点名观众跳处处舞，请问歌名是 A O O O B O B W I wanna dance Y sorry sorry R Lisa Singh C Can you feel it？ 这种大概就讲我是这个吗？我是答这个吗？6月22号，我是22号23号。那、啊、这个不用看了，一定是 Can you feel it？ 对啊，哦对，第一题不对，哎，它是一题一题的，我真的是完全丧失记忆。然后第一张他说 Danger 这张专辑里面银赫最喜欢的歌曲是什么？没有，它是一次答的。比如说第一题是12345，如果你觉得答案是2你就写2，第二题 OWYRC， 你觉得是 W 你就是2W， 第三题 MFED， 你觉得是 F 你就答什么 2WF， 就在答案格输入然后出去。对，他就认这个，答错会换新题目，不会，就一样的题目你答到对为止。夕阳公上你最闪亮，成员没有在 DNE 首尔演唱会被点名跳处处，东方神起、EXO、NCT Dream、Super Junior、Red Velvet， 以上团体都有。哇，这超难的！东方神起、超明有、EXO， 好像有。
菜菌油，然后是不是菌油热的、嗯、抢票比考大考还累。先考题，哎，对哦，孙雪真哦，六点就没了哦，压线的要赶快去买哦。可是题目会很细啊。还有考那个哎，在可靠。72秒玉姬的访问中，银赫透露的童颜秘诀，另一个什么？东海透露的童颜秘诀，这种，因为往有答题的就不会是机台，有答题的就不会是机台，所以就是要靠网吧，要靠网咖去抢票，因为网咖网速比较快。干什么？我可以说我忘了吗？可以说我脑袋真的是格式化的代表。我那时候抢，但是我很快就打完了。我那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时候我看一下啊，我快一些。历届考题，现在查，对，我来看一下，现在查一下，我来看一下，还是格刷顶点，没错。找不到。怎么有点难？我找不到哎、欸。考过就对啊，连在哪里找到的？不会啊，我只知道 Can you feel it， 我只知道那一题。然后童颜秘诀那个东海应该是运动，然后银赫完了，粉丝失格，太久了啦，那个3年前呢、欸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完了。我还找不到那个答案，笑死！就不能放掉没兴趣的歌或活动？对啊，他就考很细啊，他考访问内容哎、欸，对，访问内容，反正就是不会考到，不是考我，是考我朋友，而且是网咖，所以大家都会互助啦，所以应该还好。因为再怎么样还是我最认识 Super Junior， 所以对啊，再怎么样还是
我会比我朋友认识，但是我就不能去我工作，我差点就是差点觉得超绝望的，我真的看了一下抢票时间，我差点就是超绝望，就是 Oh my god， 22号吗？这样，对啊，连访问中2019年那个是考访问啊，就是真的是考访问啊，就是说什么在哪一个访问里面的同他讲的童言秘诀是什么这样子，超难的。超难的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。考古题，我看一下其他团都在考什么。Part Two 有 Part Two 哎，我看一下。EXO。欸，没了。那只有这个，我看一下 SS7 哦。以下哪些成员有参加2018平昌冬奥圣火传递？那个啊，按照年龄大小排序，一生跟东海妈。不要干扰，对啊，那应该会超级吵。演唱会没强碰，对，他知道年纪，对啊，就是说还有那个。请排列出以下成员退伍的先后顺序。那一定是朴正珠啊，还要按照年纪，朴正珠、申东熙，哎，哎，他们是讲本名哦，他打本名哦，所以你要知道他们本名哦。崔始源最后。李东李赫宰先，然后李东海，然后始源，哇，超难的，退伍是基本题，我不知道哦，我只知道金希澈是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入伍，所以朴正珠、金希澈、申东熙。我看一下，但是他不是每个成员都有，所以不能按照那个背。朴正珠、金希澈、申东熙、金钟宇、李赫宰、李东海、崔始源。OK， 我知道。清票时题目，清票时也有题目哦。他说 play pause for 中由 Super Junior KRY 演唱的歌曲是哪一首？这个我会耶，是陶乐斯。这个我会耶，但是要打英文。你们看，他说请在下方打那个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要打英文，就是在比打字速度吧，就是在比打字速度吧。Super Show 7中负责舞台导演及指导演唱会影片的成员分别是。哇，舞台导演是银赫啊，然后指导演唱会影片的是神童，这太简单了，所以是大小姐，对，大小姐打出来不行，再补完全娱乐，今天晚上还会有一个完全娱乐可以看，耶。哇 ，Seventeen 的，17的 ，Seventeen 的。
演唱会下面哪一位成员，哪一位不是 hip hop team 的成员，我可以说我竟然知道吗？是去，我为什么会知道别团的？我竟然会耶，我怎么会？对啊，吃蛋糕，谢谢阿卡我阿卡我。看一下 Red Velvet， 地缘啊，地缘音这里了，银赫最喜欢的歌曲。东海银赫在首演唱会跳兔兔舞，歌名是 Can You Feel？ 对啊，同保持童颜的秘诀，好难哦。大概是长这样子。泰妍第一张正规专辑名称《爱》吗？谢谢建谷送的缘分相遇。大概就是长这样。我们来看蔡依林的，我记得蔡依林的超扯，抢票考题。看一下啊。给你们看，我记得蔡依林真的很蠢。哦，这也还好，3月28号的。九令近期与下列哪位百大 DJ 合作？就那个 R3 那个我知道 ，Starlight 是吗？这个我会。啊，九令高雄场最终场的嘉宾，小 S。啊，这个。九令甜蜜蜜歌曲 MV 中人鱼恋的动物主角是谁？是海豚。这个在消极掰 MV 中，连同九令及演员共有几人集体跳上至超？一26人，2 15人，3 32人，4 9人，就是这个。这怎么知道？平常会有人去数吗？谢谢杰克送的掌声鼓励。就是这个。MV， 你也有今天。所取材的真实事件发生在以下哪个岛 ？A. 苏门答腊岛 ，B. 安纳塔汉岛 ，C. 巴纳纳尔岛 ，D. 安娜贝尔岛。啊，首先安娜贝尔岛可以先去掉，然后苏门答腊岛应该也不是这样子，然后就从两个那个奇怪的就没听过的岛在那边找，超难的。安娜贝尔岛是什么？看一下还有什么，其他就都还好，反正就比较扯的大概就这几题。那个苏门答腊不是什么巴汉什么岛的那个答案是哪个？好的，羚羊，拜拜。对耶，就等于跟那个 IP Lattes 有多少人一样，对啊。哎，那个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。他说高啊，哎，有出新闻哎，说因为考题太难，然后出新闻。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。
Jolin 说那个 dancer 是 dancer 的部分，他也不知道答案有几个人，超难的。谢谢乌云送的缘分相遇。对呀、啊，大家就讲最近的演唱会都要抢票。好啦，大家三姐真不要压线哦，要赶快哦。超酷的，台湾的我只记得 Jolin 的超难，其他好像还好。我看一下其他团，已买好，谢谢谢谢 TS 送的缘分相遇。哦，他说，真的还要忙，对，真的有事情。还好 TP 抢票不用答题，对 ，TP 抢票不用答题。我们要答题的话也很难吧，成员太多了。切大腿几下，大家都一样好不好，大家都一样的几，大家都一样切一样多下吧。欸，不一定耶，不一定耶，这是自己切的耶，对耶。哇，我不会吃那种啊，那种我自己都不知道几下的。像刚上缘分相遇，所以是几下，我不知道、欸。可不可以让我做你？可不可以让我做？可不可以一二三四？可不可以一二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数不出来。我数不出来，我真的数不出来。线下盖送缘分相遇，谢谢 TS 送旅行支票。我可以让我，我知道，我看影片啊。我不知道我切几下，我来看影片。看一下，是不是很久没跳女友了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女友在哪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不是女友在哪？没有跳女友。也不知道几下，这个吗？浪盛点，感觉是在浪盛点的时候，那应该会在这附近有个影片。我放弃了，我直接去群主找。
下哦。我找一下，可不可以在哪里？要找超久。这是什么歌啊？这是 reset， 不是这个。这是洗衣服。女友在哪？女友在这里。女友的第二段，看一下。怎么那么暴音？嚯，这个可能是需要慢动作哦。我来看一下。50秒，对。我来0.5，0.5。哇！王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下，好像是六下哦。不是我看这干嘛？但就是问了就很想回答，问了就很想看到几下。好像是六下。可不可以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下。大家没有一样啊，是自己的。对，我刚刚原本以为大家一样，后来跳一下说，哎，不对，这是自己切的。根本不会考，这完全不重要的东西，超好笑。好了，我要关了，大家。晚上11点完全娱乐，大家可以看到在三立都会台11点，然后11点半在 YouTube 频道上面，完全娱乐 YouTube 频道上面也会有。然后圣女贞预告到6点，等一下，对，大家拜拜，念个排行榜。第10名是杨公公，第9名是 Anakiro， 第8名是 TS， 第7名是安莎嘎嘎，第6名是乌鱼，第5名是呛辣咖喱，第4名是朱星当，第3名是 Derek Way， 第2名是黄恩，第5名是杰克。感谢大家，感谢你们，耶、yeah ！拜拜。今天有很冷吗？今天好像没有很冷。那拜拜，谢谢大家送真情告白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拜拜，拜拜。3、2、1，拜拜。现在都是有缘分的相遇，大家拜拜。